心理探秘以星座 Sexy in the Air 回归，除了回归之外，还计划在首尔举办展览，庆祝出道十周年和 Internal 发行。这次展览与他的专辑同名，也将推出专属服装品牌。展览将贩售各种商品，包括 T 恤、钥匙圈等周边，以 Tame 的英文名命名新品牌 Tame。粉丝若在展览上购买，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，可以浏览该品牌网站，直接下单其他服饰和配件。品牌官方账号也只关注泰敏，这让许多人推测泰敏准备推出自己的服饰品牌。而展览中上衣售价为16万韩元，帽子约10万韩元，而且提供全球配送，但价格被网友们认为太贵，也直名泰敏为何要自己开设服装品牌，商品品质也不太好，真的是让人有点失望。